自己画的对吧？哇塞，他自己画的，然后今天最后一天，他说要送老师礼物。还有一个对吧？老师肯定喜欢你画的。对。你用这个包装袋给他包装起来。No, 拜拜。最后一天上课，今天应该去学校也都是在玩。接下来这两个月日子难挨了。拜拜。来来来，看看我今天晚上准备了这么多青菜。今天晚上我要做一道大菜，韩国拌饭，香菇要泡几个提香，还有胡萝卜、豆芽，这个是菠菜，还有这个意大利瓜。等一下来弄那个灵魂酱汁，抽两勺，麻油一勺，蜂蜜再来一勺，这个韩式的辣椒酱两勺，雪碧也放两勺，熟芝麻，把它搅匀。这个灵魂酱汁就做好了，冰箱只剩下一盒猪肉了，只能用猪肉了。可以加点自己喜欢的菜，菠菜、豆芽菜、香菇、胡萝卜、意大利瓜，然后放点肉，好嘞，撒点汁，这个叫做色香味俱全了，又有蔬菜，又有肉，又有蛋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灵魂汁，完美。这个效果就是在店里吃出来的一样了。好吃，好吃吧。味道怎么样啊？好吃啊。那好吗，华龙？我已经好久晚上没有吃饭了，今天忍不住也吃了一碗，太诱人了，好吃。好，我再放十九啊。清光了，我妈今天也清光。我的两个饭，通常都是用牛肉。嗯。在家里吃，不要找我。今天都玩清关行动了。娜娜今天也好厉害，喜欢这个饭对吧？啊，鼓掌，鼓掌！卡罗居然今天一整碗吃完了。你怎么没有饭碗？然后还吃得这么快。还有没有鸡蛋啊？还有没有鸡蛋？有，那一起吃完吧。对啊，今天吃的挺快的，还吃的清光了，比娜娜厉害。已经吃光了，娜娜都我也吃光了，娜娜还剩一口，娜娜加油。哎呀，娜娜。